我从小就在这个社区长大。嗯。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，可能就找几个朋友，然后来篮球场打打球。对这个社区的老一辈阿嬷不是说很认识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接近他们，而且也没有一个管道。然后可能在这里认识的就只有我的朋友生活圈，然后就是同侪之间的朋友。理事长接手之后开始做社区，看很多地方啊，人际关系变很好。可能以前来村庄可能只有打球而已吧。然后我觉得跟他出来做社区很好玩，因为我可以四处跑啊，一下跑斗六啊，一下嘉义啊，然后赤崁很多地方。改变了，应该叫向心力吧，大家变得比较团结，而且当那些妈妈不会觉得说她老了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耕田，她有另外一个方向可以出来发展。我不是每天在田里度过我的人生，不知道老一辈她还可以四处跑，她还是很健康一样。像他们出来现在每天都会早上五点多就活动中心打开开始跳健康操。这边足济囡仔，有诶嘛加足乖，有诶囡仔伫路上去行吼，迄饮料罐啉啉诶拢安乌白片吼，啊，阮也看着拢也讲小朋友。因来恁要捡，迄罐也捡起来，提转恁兜个垃圾桶。啊，恁即马出来，若看到大路有饮料罐，还是红绿色个罐啊，还是分针啊，较骨力个囡仔拢按咧捡，爱咱这个环境才会水。啊，小朋友拢有听即个阿嬷个话。啊，即马咱若伫路上伫行，前下早时阮若出来，来要开门要做运动，即马若看到吼，超市阿嬷较早，阿嬷就讲：“哦，妹妹较早。”因为理事长没有生小孩，是我叔叔，人家就说我是他小孩，然后听到这个话，我觉得很正常，就变成说我像变成理事长的秘书一样，理事长很活泼啊，然后变成说他把我们两个带起来，然后我跟曾义宏就跟文化处那些人都打成一片啊，然后他们开始就说啊这个未来总干事理事长就可以接手了、啊，这样就轻松了，应该是这样吧，可能就觉得说，就我们两个年纪轻轻，然后可以这样，他们觉得这样是很好。因为现在文化处每个社区它都要推青年志工，不然你这样做没有意义。他一句话也臭屁，以前叫不动了，现在看我们做，他自己会稍微主动，擦擦擦在这边了。就像刚刚社区的小朋友刚出来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处在很被动状况之下，你叫他们做什么，他们根本都不理你，他们不出来参与。可是出来慢慢久了之后，你跟他们就是说他们知道了解什么叫社造，他们就慢慢就会深入，然后带他们上课程，他们就知道说原来社造是要你自己要去主动，不是去采取被动方式。按照多少分的好，没事。嘉玲。今日最主要是咱的重阳节活动啦吼，大家人讲同乐啊，同欢啦吼，同乐。教师报告：二年四班曾义宏，三年一班江志亮。二年四班曾义宏，三年一班江志亮，两位同学听到广播，请立刻至教务处。就孩子的参与度而言，然后我们观察江志亮已经第三年了。那他刚开始的时候的孩子进来的话是比较浮躁、比较跳跃式的，那在班上也比较不容易静得下来。他是属于比较活泼的孩子，那他很热。在参与这个社区的部分的活动呢，包含在整明国小或者是北西社区，这一方面的有活动，他就去参与，主动参与，然后回到学校呢，我们发现他逐渐的改变，他变得
比较成熟，比较懂事，而且最重要，他变得比较主动跟积极。那另外曾同学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曾同学大概是从小六就会看到他跟江志亮一起做这样的活动哈。那一直到他国二呢，目前我们看到他呢，不止因为参与外面的活动，所以他的学习力、他的稳定度都相较于其他的年纪的孩子啊，更来得成熟跟稳重。那同时呢，也比较会为自己的未来做规划。我之前是比较喜欢打电动，然后但是后来他找我出去之后，我就被思路诱惑，我就喜欢跟他出去。之后遇到说社区是大家的，不是我一个，我不应该把垃圾乱丢，不应该乱吐东西什么的。所以之后我就慢慢改进，我先从自己的家开始做，把附近的垃圾什么都捡一捡，扫一扫，家里打扫一扫。之后再慢慢替附近的地方扫一扫，然后邻居就会共识，然后这样一直传，一直传，一直传，社区就会越来越共识。因为我们从101年开始执行社区营造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开始推广以庙为主轴开始做社区营造。103年，今年因为今年是为了我们今年要迎娶要5年的那个秦王爷，所以他们又想到说这个是很重要，才跟我们说什么叫传承。农业社会哦。啊，庙哦，都是以庙哦为生活的中心啦、啊，哦，施政哦，啊，以前也是为了防御外边来的，比如说强盗啦、啊，什么什么，啊，居民联合起来的一个阵头这样子。庙里当然是愈侪人来参拜愈好咯，大家愈团结愈好咯。他都是人在挂心，那北西在都老街啦。在12月13日那一天，应该就触动全村庄的人了吧？因为是我们这个北西里5年一次的很大热闹，然后就是大家都会出来参与啊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啊。之后金狮镇阵容会很大，就是还有旗子那些很多，大家信仰一样，就变成是一个很大的活动，像一个就可以看出大家团结力量了。我们金狮镇是混到那个客家金狮镇，然后跟好像金狮镇是狮子里面最大的，因为一般狮子啊，像那种广东行狮那种，进去庙的时候他进去一定要出来嘛，他进去要往前，他出来是要得退路，要把苦要这样往后出来，然后开口狮啊，他是直接回头就可以出来，他不用就是还要再倒退，因为好像他的地位比较高吧。每个角色都很重要啊，因为基本人数至少要6个，就一个打鼓，然后2个是那个旁边的锣跟那个板，然后2个是狮子，然后这表演是这样。然后如果说像我们出阵要村庄绕绕嘛，就要比较多人，就是 UB 啊，然后每个人你每样都要学，你鼓也要学，头也要学，尾巴都要学，你要轮流啊。人这种累的时候啊，鼓手就是打鼓而已啊。一个团队如果要好的话，就是要默契，不是说我是主角，是每个人都是主角。狮头很重啊，然后我们是这样子拿，然后变成说你要用这两边的力量去顶，然后还要转，然后一开始练这边很酸，臂力变比较好吧。然后就变成说这样一块一块一块。上次我们在学校地理课，老师不知道讲到什么，就扯到肌肉，然后就老师就比这样，然后我们班人就说：“哎，姜志亮，上上。”我说：“老师。”然后老师就然后无言，然后我们班的人都说：“哇。”
都在头都拢暗时到厝内咧练咧人，遐学生囡仔出来咧学啦。啊，伊在迄种，迄种拢手安尼整，安尼拍，啊，都打卡波。啊，都晒那晒头都，安尼人，安尼人，安尼。人晒哦，是最好就是练起来，大家学起来吼，这宽恕这个团的机会吼有些，啊，第二次再来第二团了。咱今代团的人耐心。102年开始练吧，然后那时候有，那时候练起来，然后最后师傅不知道怎么，可能是太忙或是怎样吧，然后就渐渐就没有出来再教，然后就是我们只能复习一些东西，然后不会没办法问。最近我们北师学院在出国这其实在这一块哈、哦，是有很大的，我觉得做多的瓶颈。退伍这个时候。那个社区里面的，就是说一些长老他们都没办法去教，可是中生代这一块他们只学到一部分而已，每个人学到一部分，可是就没有一个主，没有个主轴，到底要怎么去教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可是他们不知道说，因为老师全部都失传了。我觉得做社区营造，做社区营造，是对社区付出，就像对自己家乡付出一样吧，可能你做一些。做一些事情，在别人看来，好像觉得你是笨蛋一样，套顶到底下烧头让他空哎。我们一起加油！再见！再见！再见！拜拜！拜拜！好，拜拜！拜拜！